想要有效补文，应该这么做。请问哪个补文灯的使用方法是正确的 ？A. 边睡觉边开着 ；B. 使用时稍微垫高 ；C. 蚊子尸体天天清理。晚上如果你真的要补蚊的话，应该是手机开那个手电筒，然后全部灯暗，然后你照在固定的一个地方，蚊子就会飞来了。它不是用蚊的吗？蚊人都是蚊子吗？有多蚊啊！真的，因为我真的很困扰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